究所开箱时间，我是妍妍，今天有三位特别来宾，是嘎抓花花还有阿佑。今天呢要来开箱什么？要来开箱我旁边这个是 Soda Splash， 它是磨泡瓶。之前在网络上看到它开箱的时候呢，就是那个恩熙俊，然后开箱非常的好笑，所以我们今天就也来开箱这个。但是我们旁边的话呢，要来开箱的饮品很妙，这个的话呢是柠檬蜜茶，然后再来我们想要挑战有果肉的美丽果，然后麻辣烫的乌梅酒，以及我们这一支是法国红葡萄酒。嗯，好的，马上来开箱喽，因为其实我都也还没有看过里面到底有什么。啊，那个倒进去的，就是饮品倒进去的那个漏斗。应该是。应该是。大家在主体。阿佑帮我们拿到镜头前面，让大家看一下。这个，完美手势。去蛮大的。它气瓶长这个样子，然后跟给大家看一下，它其实里面。它里面蛮多的，它有附蛮多的，所以就是让大家不会说喝了一次之后就没有办法喝后面的。那我们现在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先冲一下来。好了，在我们刚刚冲洗完之后呢，我们马上要来开第一罐。我们刚刚说我们来开是乌梅酒，对不对？是麻辣烫的乌梅酒。把这饮料开好，我们把饮料先放旁边，放地上，然后马上来。因为我现在一打开就有那个乌梅酒的味道，对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这边的话呢，一刚开始，因为他可能会怕说，就是你就是如果说饮品的就是口太大的话，会倒进去会不方便。怕你手残。对，所以我们还是怕我手残，我还是就整瓶。对不起，慢慢倒。这还是手残了，对，我还是手残了，还好有这个。好，然后再来的话，我们就要请阿佑来帮我们服务。哇，这个味道，这个味道如何？盖上去。转紧，而且我现在衣服上也有浓浓的酒味嘛，对，我刚刚不小心泼出来。好，转紧哦，因为等一下要摇晃哦，等一下要 shake 哦，转紧哦，然后最后把钢瓶放在我们的把手上面，然后把它给转上去。它转上去的时候呢，就会听到泄气的声音，像瓦斯桶那种啊，有把它给放近一点，然后前面，然后好像就可以泄完了，屁啦，转紧，转紧了，然后摇晃。对，要摇晃，要充分的摇晃。可是我不确定钢瓶的这个要不要拔下来，再摇晃。不用。现在摇一摇它就进去了。你说进去这里面吗？进去这里，酒里面啊。对啊，它就是刚刚摇完之后呢，它只要这边红色的就是警示钮出来的时候，就按下去，来释放更多的压力。谢啊。好，吃完之后呢，我们转开。还有你真的转得很紧，是不是？好 ，OK， 转得很紧，非常好。其实现在也还是美酒的味道而已，完全不知道。有气泡，拿出来。有气泡。我觉得这样看起来有点像苹果西达哎。有点是有点苹果西达。还是他们以为我们跳街，然后是装苹果西达。如果每次倒完之后，我们自己倒起苹果西达。来。还是每次的味道很浓啦。我们来试试看。还好我家电话坏，两个人。带一点气。带一点气。乌梅酒，但是有一点点气。气泡乌梅酒。我觉得好像酒类的，就是用气泡，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违和感的感觉。就感觉很正常。感觉很正常。
好像加了苏打水的就可以。其实我们刚才加了。我觉得还蛮好喝的，没有，是他原本就蛮好喝的。还是我们旁边小兵来喝一点看看。啊，要开车是不是？对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记得哦，我们这次全部都是坐捷运来的。可是它其实，因为我们没有放到3到5分钟这么久，所以它的气可能没有到这么的足，就是一点点微微的气泡，也不会说刺。所以我觉得还不错哎，这个搭配起来的柠檬蜜茶，它这个一罐是几 cc 啊？530哎，530，所以两个这样下去的话是 OK 的， okay. 因为它这一个的话是1.2升，对，那我们现在我觉得我还是就直接讲倒了，确定吗？可能会倒的比较好倒。其实很多人都问说，为什么我们平常就是有很多人会想要喝，好重哦，想要喝气泡水这件事情，因为听说气泡水呢可以养颜美容啦，促进新陈代谢啦，还有就是如果你运动完的时候喝的话，它可以促进你的乳酸吗？综合乳酸，对。所以就是其实如果你在家里面不喝酒，你只喝茶或者水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就还蛮适合在家里面自己打，然后自己喝，嗯。而且一次一次的蛮方便的。有，他进去了。来 shake 摇5到15下。shake。我想说，你让他摇5到15分钟。哈哈哈哈哈。太久。就开始就快转了，就看到阿优的名字，对对对对对。你可以跟瓶子一起 shake 啊，你可以动一下，动一下是可以。不是，那 shake 要真正示范是这样子，摇它。就我们到底摇完了吗？摇完，摇完，摇完，摇完了，我们已经摇完了。会让它综合，多摇一下，多摇一下，多摇一下。很重，因为什么？我们刚刚真的倒了蛮多进去的。好，所以这时候呢，哦，是喷出来的，喷出来的，哎，喷出来。满了，就由我来帮大家补一下，我喝真的有点重，这感觉比刚刚黑，我觉得比较像酒类耶，这颜色白酒，有气泡哎，真的有气泡，是我们的完美手势，翡翠柠檬茶，有气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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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感觉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这比较像白酒，然后灌气泡的感觉。对，这根本是白葡萄酒。对啊，哎，我蛮喜欢。刚刚上它是提摩西达。哎，提摩西达，这是白葡萄酒。我觉得比刚刚气还要足。对，这个是比较刺一点，然后是比较黏一点。对，是因为我们这个就是泄压的部分摇比较久吗？可能是我身体有摇的关系吧。等下就让嘎抓来，就是摇下一个，摇下一个哈。哦，这个我真的觉得这个气泡比较刺一点，真的。跟前面的比起来，这比较有喝汽水的感觉。比较有气泉的，对。它其实如果说你想要它让它口感更丰富感觉的话，好像是说你，灌气完摇完之后，你静置3到5分钟，它的口感会更加的不一样。但是如果说你就我们等一下下一个要试的是有果肉的美丽果，美丽果，那我觉得应该也还好，确定吗？还蛮期待的。气泡美丽果有喝过吗？有果肉哦。其实我们刚刚在 Seven 的时候，大家一直在那边讨论是说要不要买，就是可能番茄汁啊、蔓越莓汁啊。我被就是两位男士就是阻止。好，我们现在的话呢，第三种我们要来有果肉的果汁，柳橙汁、美丽果。美丽果，我们没有任何，我们没有业配任何的饮品，好不好？我们也没有业配这个，因为这个也是就是不是。算是买来的吗？算是买来的，好不好？所以就是也不是特别的。我觉得我已经有点坑掉了。第一罐喝下去之后就有点坑掉，是不是？可。对，其实不用漏斗比较，比较好倒一点。是我刚刚真的倒的太烂了吧？太大力有没有？太急。对，我太急了，很想喝。但我真的很怀疑，就是有果漏的。
偶遇偶遇吗？没有，我有稍微那个留一点点，留一点点他喷出来。我们等一下要请嘎抓来帮我们摇一下哈，对，示范一下怎么摇。对，要怎么摇？这样子的话呢，气泡才会绵密。对，进去就是。好，打进去了。下课，来要摇。摇 ，shake it， 摇，摇，真的很闹，真的很闹。你刚刚是 gay 丢，被你吓到 gay 丢。你其实很蛮重的，不觉得吗？有点重。哦，它的颜色变得有点，它变成葡萄柚了。它变葡萄柚汁了，而且它这样子有点像是就是那种。有没有？葡萄柚嘛，葡萄柚汁，所以你刚才确定你是到柳橙汁吗？我觉得我是买错了吗？好像那个维他命 C 气泡，维他命 C 发泡锭，发泡锭，有那个味道，你闻闻看，发泡锭，发泡锭的味道，发泡锭的味道，有没有？我还很期待它的，还不行，它喝起来不一样，我无法，它果肉出问题了。来，那个，来，你们开车的还是可以喝一下看看。它的果肉变绵密了，我觉得有点奇怪，真的是发泡锭。对，就是发泡锭。对，是发泡锭。嗯，大家如果说没有钱买发泡锭的话，我觉得买一支钢笔。买一支钢笔，我觉得很便宜。加了水的芬达，你喝喝看。哎，对，有点加了水的芬达。对，有点像芬达的感觉。然后它果肉。变糊糊味，果肉它果肉可能被打散了，没有那么严重啦。不过一定会有人问说，就是这个钢瓶啊，它其实消耗是蛮快的啦。虽然它就是一本来的就是一盒里面就有送十一支，对，它一盒里面有送十一支。那如果说你真的一个饮品一支打完之后，如果你要买的话，网络上是好像是50支990元。大概就是一支的话，就是落在15到20块左右，对。然后我们接下来是最后一个，是我们的法国红葡萄酒。但因为我们这一罐的话，只是刚刚我们就是在 Seven Eleven 就是随便就选了一罐，所以我们先试喝一下它的原味好了。要不然等一下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底原味是怎么样的时候，喝起来也不知道气泡饮是加分还是减分。因为我们希望它是甜的啦。对，我们希望它是，我们稍微一点点就好了哈，一点点就好。就是一个小小的味道哈，就感觉很甜。拽，很拽。还 OK 啦，至少不会。就是买醉很适合，可以买醉。甜品一笑打出来。你要遇到酒量比较差的，买醉都是买这种就好了。便宜啊，然后又会醉，然后一杯就把花花灌醉了，比较方便了。灌醉，这时候要来下音乐，那可以，来，好。这一罐的话呢是法国红葡萄酒三得利朵利卡，好，兜里的。对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哦。哈，这一罐11度，还好。来，这时候我们就要交给画面中最美的花花来摇晃一下。好，来，好，需要摇摆的动作。也还好，因为这不是摇身瓶，瓶子。因为我们今天在的位置是在天母的一家就是半户外的咖啡厅，所以大家如果看到后面的人来去去的话呢，穿进是正常的。对，是正常的，好不好？不是说我们在某个奇怪的，就是家里面，然后旁边还有一堆人出来出去。颜色看起来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它的气泡是蛮绵密的感觉，对，气泡变多了。给嘎嘎喝多有没有？这个味道如何？哦，这里先不能跟爸妈看到。OK， 味道，闻起来感觉味道差不多，闻起来差不多，要喝起来。我觉得比刚刚好喝，比刚好喝哎，对，比较好，比较有味道，没那么涩。它加了，就是有气进去，没那么涩。甜甜的，对。我觉得整体来说，这四支饮品，就是我们刚刚有用的乌梅酒啦，然后蜂蜜翡翠茶，然后还有
奇怪的美丽果，美丽果跟就是我们这一支葡萄酒，其实我觉得整体来说是还不错，就是以大家如果出去玩，然后一起要来喝饮品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分量是 OK 的，足够的。然后喝了气泡酒，就刚刚也有说了，还蛮多好处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气泡水啦，气泡水有很多的好处，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想要问任何问题，也欢迎在影片下面来留言，然后我们也会附就是购买链接，也会附购买链接。就其实他们那边比半天，然后就下面没有，整个影片的下面有没有？对，所以大家这个的话呢，今天就是嘎端，你觉得这四支饮品，你觉得综合起来你觉得如何？综合起来。其实还不错，就是不同的体验，就是不同的体验，不同的味道，就是平常废话。哇，那是什么？迷之音废话，废话，打了吧？打脸，啪啪啪啪啪啪。好，那我就问一下小花嘛，好不好？他会有什么感觉的？因为我平常其实还蛮喜欢喝气泡饮，因为我也觉得气泡饮、气泡水还蛮健康。嗯，对，所以我还蛮喜欢喝，就是。酒类我可能比较不太行啊，我觉得那个茶类还不错，茶类还不错，嗯，所以刚刚其实花花很想要喝看看，就是蔓越莓加气泡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觉得可以回家的时候自己来就试试看。那阿佑你觉得呢？其实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其实如果在家可以去自己去做尝试，可以就等于说就是一个不同的喝法，然后就当做玩游戏，对啊，被泡了。用废话，就是要废话，当然了。啊，而且我觉得，如果说家里自己想要做就是小调酒啊或什么的时候，我觉得在家里也可以试试看，就是可以就是自己加一堆就烈酒进去。其实蛮好玩的，这个蛮对，蛮不错的。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欢迎到我们下面购买链接，然后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，也可以在下面就是发言，就是询问。那我们今天的研究所开箱时间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，谢谢三位。